卷就两边。佛教会理事长、金耀长老及大台南佛教会理事长明光长老及南普陀寺住持中心长老及大高雄市供佛斋生功德会理事长新茂长老及高雄市佛教会理事长云介长老鹿潭竹房，换法卷面向上。下待会可以跪拜的距离，thank you.
走街我愿街公东一街走街是公街是不一公街心是一走街是公公街是走街小街是一不落空是舍金不知是走街是公相不生不灭不相空心不切不成不见是不生生相是不受相现前不言而已是生也命是生相为主乃至无言切乃至无死皆不无皆灭亦无知亦皆乃至无所乐世界无波罗揭灭大弥陀智心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云摩诃波罗蜜多揭灭门三世诸佛亦故无有波罗蜜多云摩诃波罗蜜多罗揭灭门三世诸佛亦故无有波罗蜜多云摩诃波罗蜜多三藐三菩提故此等者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真等者能除一切不真实菩提故说真解波罗蜜多者即南无耶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南无教会合掌理事长敬耀长老徒弟请中国佛教会理事长敬耀长老徒弟起刊说法敬重导师之树丛，随即应化敬重导师之树丛，结缘得满，随即应化功德障，慈云稀有，结缘得满功悲无穷，实为。中华民国慈云稀有一百七十一年功，西元中华民国二二年一百一十月三日，西元二零八月八日，国历传九月三日正中，岁次十二代。
八月台湾台南传临济正宗上敬下空二老和尚，台湾延吉台南极乐堂图上比华上敬下空主任委员老和尚，延吉同大台南佛教会华明光理主任委员南普陀中心律师，大高雄斋生功德会新茂理事长，高雄市佛教会延界理事长，率华建悟道悟行妙圣暨全球敬宗弟子众等，仅以一半形象供养仪上敬下空老和尚结灵，前颂曰：老和尚是不是慧根深厚，天资聪颖，脱离中国佛教会耆老上白下圣老和尚座下，辟度出家，恭维上敬下空老和尚一生见法床一处处，记作数百万言，毕生弘化利益有情，众受情境，法寿九十有六，生了六十三载，解了六十下，今化缘圆满，告众舍报，敬重弟子痛失良师，徒众顿失所依，今日为老和尚即行延吉图笔。